아니네 뭔데? 아무리 어린 카드야, 오늘 매일 보지 겜수. 와, 아니 허, 제가 잘하지. 我用两年甲雕关伊个公路会得，你知意思无？就甲迄个区域甲你命，你袂使全部迄害着人去雕碎。我就从迄个区域甲地主上面讲，卖违法，卖违法，伫迄个幅度内底，你甲雕关伊个公路会得。雕两年，你接管啊，佮甲拜托一个第三年的卡，主动卡，拢总无空间，路第三年就通。你若上面你去问万丹的林乡长或者林基长。伊到迄阵合作的，嘛是较早台联，即摆佫加入民进党个，怎么样？加入民进党，即摆佫加入咱民进党，本来台联就加入咱民进党，所以你嘛要加关注。所以，对啦，对吼，以后咱就讲啦。所以我咧甲大家讲，就是讲，你若收屏东六堆建物，国立的哦，六堆客家文化园区，嘛是我以外出来建出来，当。农业私募科技园区嘛是外企过来建出来，拢全国唯一。啊，你点讲？啊，你哪有办法？我吼先讲，当时中央有一个政策，就是讲买农业升级，买农业生物科技园区，买当全国找一位。啊，迄阵照你讲，上有可能应该是台中，应该台中，因为台中有农事所。为什么到尾到屏东来？彰化到尾啊，彰化王金珠嘛做不完，因为我拄竞选。我就听到中央要公布农业要升级，要有成立一个国立的农业生物科技园区。你敢知影我伫屏东做团长？我拄啊就算，我就甲屏东、高雄所有的大学，包括屏科大、农业系所有的教授，我就邀请来管政府。我就委托屏东农业生物，迄个屏东科技大学一个王彦瑞一个教授，我甲讲，我委托你几千万。你甲我规划，将我的土地要当地，我的交通偌好，我的大学有几间，啊，我偌地去解决当设立。即摆，咱的迄个做证监会开始公布，叫管政府大家上合作数据，大家拢超过到四五张，讲啊，我成立这啊，我的产值会偌济，啊，拢超四五张，草案，结果我已经是一本足大本的啊，头到尾，包括经费偌济，啊你。补助我，啊，我会当安怎做？啊，我的效益偌济？啊，我已经有偌济台学会当加做？啊，我的腹地偌济？我规套拢做好啊。到尾陈朝元、BB 的讲，啊，当政府和屏东也讲袂过，对吗？就是伫我屏东，我做提早做准备啊，你啊，知影？我规划开始，就开几千万，完全要开几千万。你敢知影？迄个 A C 到尾去八十亿？啊，我嘛唔知道，到尾我家己做农委会主委，就我管的啊。啊，所以我要讲就是讲，唔是干那多钱的营销，所有的执行力，你也比别人搁较紧。你也先批着啥？批着迄个政府要推啥的状态，建设是调就做这个方向。啊，开始你来准备。所以六堆客家文化园区伫屏东，农业生物科技园区唯一伫屏东。哦，啊，这种搭配屏东的观光，所以屏东的观光以外品牌，大有在在突破500万。一直到有阵时啊，到700万，原因就是安尼。除了台北市的商务旅游，那真正的是旅游观光旅游是屏东、台东、嘉义拢第一名，的原因就是伫遮。哦，那么当然我加下去对管政府、管政府一致，内政部长，啊内政部长当然，一阵你讲要安怎表明治安全国的问题，一阵是总理规个。全国的治安，啊，当然张西民迄阵，包括咱台中市的耕读员，嘛是伫迄阵发生了后，啊，咱来破案，哦，包括张西民嘛，了的，包括迄阵重大的枪击案件，伫我做两年的内政部长的年代，差不多拢破了。所以，陈水扁总统有一天，咱的谢院长要换苏贞昌院长的时阵，伊就啊叫我去总统办公室，伊甲我讲，啊，张西民就了的，啊，治安就稳定。是不是你来农委会来含过去想支持民进党的农民？啊，你加油，较接近哦，啊会当去哦，较地方去走啊，顺续熟悉遮个啊农会啦，熟悉遮个渔会，熟悉遮个水利会，总统甲叫去，甲讲是不是我愿意对内政部来农委会啊，开始来了解民进党上大的支持的
会得到，就是咱这农民。我甲总统讲一句话，我知影你叫我来农委会，绝对是替我好，予我搁有加一层无共领域的熟悉。啊，当然伊的用意安怎，我唔知。伊叫我去总统，就是安尼甲我讲。恁大家若甲总统较好，恁嘛会当事来甲伊甲了解。伊就是叫我去，啊，了后我甲讲好，我予你来农委会，我。就我伫苏贞昌院长的时代，就我来农委会，开始从甲你三年农委会啊开始接受这个农业团体，啊，因为我咧接受，所以即届伫台中关哦，我特别去走啊，农会拢对我特别谢意，因为超过以前拢接受过，啊，大家我来拢特别欢喜，就是安尼，可能较早总统冇先见之明的款啊，啊，所以。因为我相信我过去25年的政治经历，也是值得大家考验。啊，我上届骄傲就是讲，我咧做这，我有介意一件无清廉的代志。啊，你看25年，你啥物时阵会讲苏家全？因为无清气，收红包，还是去介意啥物？哦，金钱，还是去共客，还是参与工程的回扣？我去吼，吼调查起诉。啊、是安怎？我相信你拢捌看。我介骄傲就是讲，我哦，你身边我拢讲，人咧赚偌济钱，拢注定好势啊。你安怎来就安怎走啊。所以我对钱这方面我看介开，我也无做啥物生意。啊，所以我对农委会退了后，坦白讲也无头路，啊，将我去中东无到有伫遐，啊，但是我感觉赚啦，我感觉赚啦。你甲我讲，我即摆到底我有经营什么事业我无？我嘛无，哦，啊我也无包袱，哦，啊阮太太伊都上夜班，伊也袂介耽误我诶，所以我今日若来台中市做市长，我上无包袱，啊我也无带啥物人来，我去台中我嘛无带一个伊，我来遮，我相信我嘛无人通带，我来遮要用诶人，绝对我若就算是在地，咱在地人才。哦，咱家都遐侪人才会当发扬。哦，啊我也无任何生理的包袱，台中的生理人我也实在无几个。恁大家知影，我出去都爱跟恁带路，才知影这个是对一间的董事长，我实有包袱。啊，我也免欠啥物人情，我来就表现落好。我唔是讲我即摆开始要当家要赚偌侪钱，阮总监嘛大汉啊，免讲我赚偌侪钱哦。我都甲做好，啊我也无包袱，从我台中市民进党卖，从我伫遮。上大我的愿望就是我奠基，将我从民进党，我感觉是会当做代志。啊，台中县市我奠基，南部已经大家拢奠基，这个势啊！你看阮屏东的政治的传承哦，你要看你去年你苏贞昌我做起哦，一代一代，拢总大家无意见哦。我迄阵做县长，我就讲我下一棒就是曹锦哦，大家拢卖无意见。你也看屏东，咱的两位拢做够。阮屏东的县长啦，吼，阮已经栽培到10几年了，后拢总无问题。民进国民党拢袂下啦，吼，对无？你咧讲什么？阿平啊，阿彪啊，变票！哎，去大家，我拢甲伊讲，我变我你也卖甲袂安那争，大家顺势摆好好，阿卖争，团结，国民党拢正面。团结就是力量啦。啊？团结就是力量。哎，对啊，啊，阮咯，阮这食老的。我就知影讲，我来离开，若有机会来外口拼都拼，啊，若无，就当边仔人斗合作，大家团结合作。所以屏东人，你要说你讲走，啊，我走，我一个一个拢离开，我少年仔我也当上台去经营。啊，这未来台中嘛是爱安尼啦。我坦白讲，我若有才调就算，把新的人培养开，一代一代来传落去，大家团结。太黑卖遐，太黑袂，互人食袂饱啦。团结哦，民进党有才调定金啦。啊，好话加讲话，歹话减讲话，啊，大家会团结啦，啊，大家叫话会生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叫话会减啦，啊，当然大家会团结。啊，所以我同意我，今日呐，真正我中选哦，我都拍基础拍好，台中县是奠基奠好，啊，咱台中一人拢甲你看，哦，啊，台北苏贞昌甲蔡英文两个大声咧谈遐，啊，就剩陶祖苗，咱就较轻松啊嘛。咱就是安尼甲伊拍，所以即届五都的选举真正啦，互咱拢调啦吼。你甲想南部拢咱的，阮林依人哦，啊台中县市人过咱的。